不是本来在 这里长大的，他是被我们移过，对，移植过来。那移植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他暂不好，如果他在这里长大我们就不会管他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把一棵树移到新的地方之后，那根到底什么时候才两个礼拜可能太快，一个月、我听到一个很棒的答案，对，你说大声一点，台风过后，就是当这棵树经历过一次台风，然后度过一年，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已经在这里还活着站着一整年，然后台风来也没有发现它有倾倒倾斜或土壤松动，那我们应该要信赖它，我们应该要信赖它，把支架拿走。谢谢你们，就像是大家。